后我们就兄弟了。如果你是女人的话，可能因为我喜欢男人。再拒绝我，不准你离开我。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，我应该会喜欢你，不管你喜不喜欢。我爱你。你是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喜欢你。他说你现在就这样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。我绕着你的转，一圈一圈的转。